一点小病，而且都好了，这不行那不行的，不至于吧？你就这么想出去吗？对，最近有些不痛快，我需要发泄一下。嗯，那这样吧，你等我下班，我晚上带你去体验相对温和的运动。啊，你是老师，这不合适吧？我是医生，下班就不是老师啦。那什么叫比较温和的运动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啦，下班我叫你。怎么不认识了？有点不敢认。这就是你说的相对温和的运动？嗯，台球不需要太大的动作幅度，而且还可以锻炼颈椎，对于像你这种久坐的人啊非常适合。但是我没打过，我不会。我教你。哇，好大啊。哦，没有，我是说这个球啊。林凡，老实说，你刚刚到底有没有看仔细我的动作？我何止看了，我简直是全神贯注，可是我就是没太看明白，可不可以再示范一次啊？还是我到你旁边亲自教你呢？